三虚空啊，有点三虚空的意思。谢谢，我把你耳朵给你揪了。点击右侧图标，跟我一起领斗鱼红包。嗯，对你而言，死亡并不是终结，因为你将永远成为我的一部分。刺儿，刺儿，哎，不灭，平 A 卡墙，平 A。平 A 刺儿点烟死了，刺儿，水晶瓶，啊，他还带着点烟。你逃不掉的。再收一波吧，正好差200块钱。这小兵补了不给钱，沉默，起立，刺儿，走了。小凡家。三分钟小凡家是不是有点无敌了？起立，沉默，刺儿。你在哪里呀？在哪里呀？控一波线儿吧。大虫子就是好，可以自己回蓝。起立，沉默。一会儿我把你吃了啊，小伙子，让我吃一下。起立。沉默，刺儿，起立，平 A， W 闪接点烟，吃个小兵吧。
起，刺儿，刺儿，刺儿，沉默，刺儿，吃饼干起立，刺儿，刺儿，吃药，刺儿，起立，平雷，平雷。W 刺儿，刺儿，起立，停。哎呀，没 A 走。哎呀，大反甲不行，有点欺负人了，算了。卡有大就好了，嗯，没关系，上来把这剑尖给吃了，363真实伤害，起立。沉默，刺儿，还搁旁边呢。算了，这意图有点明显啊。干哈呢？要吃他的意图有点明显。看看有没有红 buff 呢？有。有跳弹吗？没有跳弹，我这不是挺危险的。平 A， 平 A， 刺儿，刺儿，刺儿，点点，平 A， 沉默 ，A， 刺儿，起立，刺儿，刺儿，平 A。沉默，刺儿，让我刺儿死了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再吃一层打皮。我们就有点无敌，起立，沉默，刺儿，起立，再试试吧。我不试试，你要干啥呀？沉默。哎呀，他生了！哎呦，我敢戳我小伙子，不敢单呢。一会儿把他吃了啊！哦，好吃。干哈呢？还他妈带这儿的？还有骸骨渡城？我操你猴子的！我吃点小兵。哎呀，这怎么能没吃死呢？喂，
对。现在不太方便，不行你晚点打吧。好嘞。沉默啊，好吃。我已经送了这福耶哥好几个人头了，是不是？我不能再送给他了，对不对？这福耶哥六杠一了。虽然我们八杠二，大。沉默，体力，刺儿，好吃，100块。他家一共七个头，全是这福爷哥一个人拿的。沉默，体力，刺儿，体力，你干哈呢？再见，我有跳弹，你还追呀？走呗。能追上人吗？不是我说，小伙子，俺俩是不是得干一架？你是不是想跟我干一架？行，啊，那俺俩就干一架。你是不是想跟我干一架？那如果你要不来的话，我就去把这剑尖给吃了。刺儿，我吃100块钱。能在逆境中搞得莱克，我没想到啊，福爷哥，不敢担呐。给下当了？谁给下当了？啊，给俺们家下当了。我已经给对面下当了的。刺儿，体力。刺儿，沉默。刺儿，体力，啊，我溜一声，不玩了，再见，没完了是吧？这咋这么狠呢？这福爷哥。佛爷哥好像有点猛。
三层。去一波下路吧。吃剑筋没用，怎么没用？吃剑筋加层，吃谁能没有用？这是，要大虫这 R 技能能无限吸地，我就随便吃。给我干他来！他走的好快啊，他为啥走的那么快啊？哎，厉害了，我的哥，我吃！嗯，你能打过兵吗，兄弟？没有大，而且不知道他们家福爷哥搁哪。干哈呢？这是干哈呢？这是。福爷哥在下路啊，我现在不玩了呢。没用。刺儿，刺儿沉默，刺儿死了。沉默。我应该养他一下，我把他养着，要不把他吃了。起立。走回家变大的，差不多十层应该是我们目前的极限体型了啊。走回家。哎，不回家，要么杀个佛爷哥。刺儿，刺儿，沉默，刺儿，平 A 点燃，起立，刺儿，刺儿，刺儿，养着这 ADC 啊、哦，把他啃了。回家变大去，走，快点变大，不行了，我受不了了，我得变大。哦，我大了一点。哦，我又大了一点。哦，我又大了一点。磕个药，升到十六级是我们最大的体型了，嗯。赶紧升级。不要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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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还没够大呢。要吃一个，
是个鸡吧？召唤师，你的生活正在出现。来，注意看啊！大，哎，只大了一点点，只大了一点点，并没有大很多，只大了一点点。